皇冠买单。大哥总共消费了130。小姑娘，你管我叫啥呢？我跟你讲，旁边这是我儿子，他今年都26了，你还管我叫大哥？你知道管我叫啥了不？不好了，店长，有人吃饭不给钱。听说你想吃霸王餐？没有啊。那你怎么不给钱？没钱，没钱点那么多吃的，明天来当网管，工资一在。你们网吧可真有意思，昨天来面试还不要我呢。网管点单。哎，来了。哎，来了。啊。网管，来份土豆饼。啊。我们这里没有土豆。我有。What？可是我也不会做啊。这都不会做开什么网吧，早点关门。你的土豆饼给我吃完。嘿嘿，好久没见你妹了。你妹，你妹。嗯，我才不是你的蛋。哎，你妹，游戏开了。喂，完了。有人不积分吗？哎，网管，我可以亲你一下吗？嗯，不要脸。好，那我不亲脸。1, 2, 3, run。躲开！哎呦，这你别笑，你行不行啊你？看来以后网吧没人再怕你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想同意。我奶奶要生了，我有时间回家了。哎，又死机了。你这个女人，作为一个网管，你家电脑整天断网死机还乱扣费，你别把我逼急了。你要是把我逼急了，我就放开姚敏，滚！你继续啊。哎，网管，我可以亲你一下吗？嗯，不要脸。好，那我不亲脸。1, 2, 3, run。哎，你在那摇来摇去的干嘛呢？玩飞车不摇怎么漂移啊？现在的人玩个游戏也太浮夸了吧。你们小点声。啊，我埋伏着呢，别影响我吃鸡。嘘。啊，专业 respect。